我们不是去玩的鬼屋吗？不是里面很黑，我也不知道。然后我一直以为是我妹有胆子小的拉着我，然后我他也懵了，他我逮着他走了。然后出来后呢，然后我还就是，然后我被吓坏了，就鬼里面太黑了，我都拉着他一直走，走了好远。我还可以跟黑马聊天，还跟我说话，因为太黑了，我他在我后面站着，他也没看见。